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姐，现在跟阿明去割草，那牛饿得呱呱叫了，现在不下雨。阿明，哎，走喽，割草去喽。你的牛呱呱叫了，是你的不是我的，最后还不是你的吗？你来看，我来看，我来的，我来。是不是这块？这个树干呢？这个好老喽。这个砍回去要打不打的吃不动了，很高了。绳子过来，我的。现在跟阿平来这里砍草，因为等一下我要去阳朔，跟他开车送我去阳朔。我哥说有事要跟我商量，不知道是什么事。这个有点老。砍回去要打过我，这不用捆的，哎呀，你回去要打，要解开，要解开，那怎么办？直接背上去就给。这里没挖个坑，上不来。不挖个，要拿个刀蹬个码头。好老，真的做不动。这样两个人做事快一点啊，你来割我来背，是不是？赶紧搭配，干活不累，赶紧背。哎呦，
下狗的那么小一根。看来这一批要下点，要丢一点肥下来才行了，不然没肥老得很快哦。看来什么东西不搞点牛屎给它吃它就不行，马上拉一点牛屎出来。绳子被压到了啊，走了吧，可以了，绑好就走了。要开出去才好绑嘛，啊，开出去才好绑嘛。我都掉下来，走了吧，上车。哎呀呀，上车了。